OK，现在我要示范给你看，班尼的 burst 可以 burst 到多少。首先，我们来给你们看这个班尼，现在是83 level，便宜冒险的出连他的大招，他的这个是需要看班尼的 base attack 啊。base attack 不是 total attack，所以你是要看他的白数字。如果有青色加多少数字多少字，那些是不算在他的 attack buff 那边，是看白色的数字哦。OK，等他的武器可以这个给他四星最高的 base attack，四星最高的 base attack 啊。虽然是有别的啦，但是我懒惰生，我只是给他这个已经做便便的给他了。他现在手上是没有生意物的，灵光呢是有2个 NO，这个2个 NO，但是我没有给你看他的大招先啦，我先给你看他的 normal attack，没有 attack buff 是多少，有 attack buff 是多少。Okay, 这个 geo damage 是7%罢了，零鸡蛋没有升到。OK。武器是 critical rate solar bolt 啊，有 normal attack 增加，OK 啊，现在 critical rate 是56，因为我吃那个食物，增加 critical rate and damage bonus 等20%的啊，这个是青色数字，我刚才跟你讲的咯。如果 attack buff 的话，那只是看白色，没有看青色；无血的话是看total，就是白色加青色，OK。啊，把你的补血就是这样子来算的啦。啊，这边有的看。OK，现在大招都准备好了，我们来去试试看。光开门，增加他的 geo damage。normal attack 是多少？480啊。480。在班尼，みんなは俺が守れ。打招，無駄な努力をやめたら。我们打839，839啊。现在你看啊，我现在装雷电的声优给他。这个我没有给他了哈，因为雷电它的是用电，这个就不放给他。最重要是有一个事件号，增加他的大招的 damage 吧，这个他本身的大招的 damage 啊。但是这些东西呢是没有影响到他的 attack buff，因为像我刚才讲这样，attack buff 是看白色数字，不是看青色的数字哦。OK，好。看那个食物的 crit 还在啊，所以要快点。那我要 charge 我的大刀先。OK。冒险的冒险。看啊，灯光现在一样是40啊，开大刀。無駄な努力をやめたら。839，只是没有变。再来一次啊！全力攻撃だ！諦めなさい。839，839。OK。如果没有班尼的 attack buff 480，所以有生意物嘞是没有变化的。OK。这样子，如果啦，看啊，我先就回去先。如果我是给他 NO，不要给他那个雷电的生命物，会又增加到多少呢？我先把雷电的生命物拿回来先。OK，
班尼就给他迪奥拿的。你把这个树群里边的小区买的比较强大的修，还有把的树群。OK， 你看啊 ，Full HP 是来自这个迪奥拿这个。他需要 HP 来增加的 shield 还有补血，所以现在我暂时没有用它，我现在要 focus 在班尼，所以我把他的生物丢给他，因为他的补血是需要到 HP 啊，多的 HP 跟 buff 不一样啊。再讲多一次 ，attack buff 是看白色 ，HP 是看多的白色加青色。OK， 然后因为。这个生意物的关系时间号可以增加啊 20% 的 attack for 全队啊，所以你的灵光不只是会拿到半尼的 attack buff from 他的大招，他还拿到 attack buff from 他的生意物，所以我们再去看看。刚才是440 normal， 然后把你的 attack buff 啊、840是啊839啊 ，OK， 现在再来看啊，对、啊，大招，全力攻击，無駄な努力をやめたら。904看到吗 ？OK， 现在是，我们就看到很明显已经有升到整100，因为那个 NO 的时间号的关系。OK， 现在我没有办理的这个。有半尼的 buff， 你要看哦，他要 stun 这样子，他的 resistance 才会压扁哦。OK， stun 他，然后灵光开门，没有 buff， 大招是。这样多 ，OK。OK， 两个都有，然后他又三，开门，经过门，大招。3025。無駄な努力をやめたら。就是这样哦。